我是应该为爸妈、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的。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爸是工人，每月挣5-60呢。全家不够用，咱俩凑在一块儿，咱俩回家吧。 云坤可倔了，不见我。他哥他姐去看他，他也不见。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，他不敢不见。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，我这次去看他，他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情绪身体都挺好的。说是表现好，在里边被表扬了。那太好了。真是不知道曲老太太跟他说了啥。秉坤嘱咐我说，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。 没人接电话，是哪儿去了？上门去了？会不会去东北姐家了？他们两家离得近。老弟呀，麻烦你给郝省长家打个电话，行不？你知道他是谁不？郝省长家女婿，周秉义主任家的亲戚媳妇儿，他叫郑娟儿。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。 哎，你瞅我一眼呗！我忽悠你干啥呀？你再打电话问一下，如果我骗你，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，对不？我是门卫，周主任，这里有个叫郑娟，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。啊，好，让你接电话，快去。 大哥，家里没啥事儿。这不，大年初三嘛，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，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。住院了。啊啊！
老曲，咱们不都说好了的吗？你不能走在我前头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不算数啊，楚炳坤呢？在那边呢。管教，坐。曲秀珍你认识吧？她去世了，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，说是家属要求的。我带你去理个发，精神了。你去不去？去。这么多人来送他，他一定会笑着走的。炳坤啊，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，就是想跟你道个别。我都想好了，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，我带着他去上海，我们跟儿子一起过。到时候咱们爷俩再见面，那可就难了。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，都好好的呢，我就放心了。炳坤，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，别忘了看看我这个老头子。
为什么要报传播系啊？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？没为什么，这是我自己选择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。急性肾衰竭、尿毒症，你说咋得个这病？咋治啊？医生说了，一周两次透析，一次几十块，这么个造法，咱家能行吗？那你想咋办呀？等死啊？啊？哎呀，死啥死？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才不死！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，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、毕业，在国家单位上班、结婚、生儿子，生姑娘也行啊，是得想。受了，你还说这？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，那也不能全信。远的不说，你就说春燕他爸，那年气喘，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。医生咋说？说吃药去不了根儿，只能缓解疼痛，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，就差没说回家等死。行了行了，死死死的挂在嘴边。好，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，是还喘，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？没事啊，哎，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。妈，你明天送爸去医院做透析，我现在正好没事儿。我干活。赶超了啊！你现在没上班啊？这不轮休吗？过来看看他。哎，他感冒好点没有？还那样。哎呦，他这个病可真是……到了哈。啊，对，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。聪聪的也到了吧？对，他俩不一个学校嘛，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。挺好。你快去吧，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？行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。去吧，快快快。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。哦，我不去了。为啥呀？是我不想去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不想去了？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，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？你说不去就不去啊？孙胜，到底因为啥呀？为啥不去上学了？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了。我的病不用你管，你给我上学去。你的病我不管。行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，你也别管。爸，你们话好好说呀，你别着急呀，没事吧？所以说别让你爸生气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慢慢说慢慢说。
来，小伙子，二哥，谢谢老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孙胜。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？好，谢谢老板。加油。谢老板。爸，妈，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。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在那边好好干，争取混出个人样来。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。好好的啊，啊，妈相信你。去歇着去，妈给你收拾。啊，你倒杯水。爸，妈，等我回来，我肯定能混出个样。等我回来，我一定混出来个样。等着我。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，请你持本通知书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。哎，好，儿子，好像成啊，儿子，给爸看看，快给爸看看。祥子，谢谢娟儿。谢谢儿子啊。来，彭总，彭总，丁总。哎呀，冯月。哎，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，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，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，有魄力，不过还是要加油，好好干。嗯，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。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，你不得管我叫叔吗？唐叔叔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怎么样，文件都看了？嗯，收获很大。嗯，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。嗯，你说，尽管说。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？美元呀。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。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，这是我看错了吗？合同你看过了吗？没看，也不能签字啊。但是外语啊，我确实是不懂。不懂外语，但是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？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，这要是真寄出去，麻烦可就大了。这病怎么得的？哎呀，具体也说不清楚，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。苏书记啊，你可一定要少喝酒。怎么治呢？治不好了，医生说呀，肝癌是癌中之王，没法治了。我到了北京，就帮你联系医生，多方会诊，先治病。进步在这儿照顾你。是，我闺女啊，快初三了，老伴儿啊，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，还得给我做饭送饭。他不上班吗？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，就把它给开了。对了，明天退房回深圳。哦，好的，彭总。冯月，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，
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，放心，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。早点休息。好。梅子，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，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，你一定要把他陪好，好吧？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，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？这都涨多少回了都？赶不上物价涨啊！行，涨，你接着涨，好不好？喂，龚局你好。哎，是我，周秉义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，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。下来有段时间了，你那儿呢？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。龚局，正常的接待可以吗？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？正常营业是可以的。几点了？对不起，秦总。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。秦总，对不起，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有点忙。那你再回去啊，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啊，秦总，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肯定不迟到了。松手，松手，松手！肯定不迟到了。哎呀，拉拉扯扯的干啥呀？有事儿就说事儿呗。你赶紧啊，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，就说我说的。秦总，没必要吧？我跟你说，于红其实真不是这样。你别替他说话，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。哎，群儿，多亏了你了。这工作要是丢了，我就真完了。别再迟到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。让赶超按时吃药，多喝水。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水补。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走了啊。嗯，谢谢啊。于红，笑笑呗，别成天丧眉打眼的。妈，你爸怎么样啊？家里还有多少钱？医院需要多少钱呢？让钱交3000块钱押金。存折上有，可是你爸非不住院，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。能治？我问医生了。你爸是怕花钱。人重要，钱重要。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，骂您为什么？你爸说，这病就算是住了院，不过是多活几年，到最后反正都是死，人财两空。那谁到头来不是死？医生说了，如果坚持渗透期，肾功能有可能恢复。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你爸的主卧能做吗？他自己非不治，我有啥办法呀？妈，对不起。3000，这是你爸一直给你攒着，给你上学的钱。
妈，我走了，家里只剩你一人了。这不过两年，你爸就该回家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就应该考咱们吉春的大学。你咋的了？舍不得家了？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。嗨，有啥舍不得我的？你呀，你就听话，好好的。你爸好好的，我啥事儿都没有。妈，怎么没上班啊？哎，爸，回来了。你好了。傻孩子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医生说了，我可以出院，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、透析就行。哦。那你坐着干嘛？上炕躺着去，我给你打盆水，洗把脸。哎，是。来，爸，爸跟你说两句话。啥事儿啊，爸？哈工大，25号到30号报到，今天23，明天休息一天，不去干活了。后天收拾好东西，去学校报到去。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，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了。知道你忙，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。服啥？大男子汉。没事，那拿着，别丢了。小宁姑姑给的，你妈都不知道，我谁也没告诉。我小宁姑这么能干啊？那当然了，她在广东搞销售，买房子，业绩老好了。知道为啥？文化水平高，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。所以说啊，文化水平很重要，你们这代人那就更重要。要是没文化，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。啊，听爸话，踏踏实实去上学。好了，爸给你洗个澡，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到。不用了，爸。怕啥的？我是你爸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个孩子。你好，吉春市殡仪馆。谁啊？曹远芳啊，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，你安排人接一下。太手套了吧？要是我自杀呀，绝对不选卧轨，死都死不痛快。喂，牛牛，咋的了？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，事儿到家再告诉他。我去通知国庆，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，郑娟照顾人有经验。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，
赶超一下子好多了，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。赶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肾病。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，说不定真能治好的。雨虹，你别憋着好吗？你想哭你就哭出来，行不行啊？红，咱还有孩子，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！雨虹，嗯，干啥？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，闲着难受，晚上。我想找国庆玩玩，你回来也不在呢，别等我。行，去吧，不过不许喝酒啊。不喝酒。亲爱的于红，小宁的存单是假的，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，不贵。别跟爸妈说实情，就说我病死的，让孙胜专心念书，咱孙宇两家全指他翻身了。只是辛苦你了，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，他们一直在帮助我，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，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。别生我气啊，你的肝脏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，我顺利到学校了，勿念。你再多睡会儿啊，饭做好了我叫你。得上班，怕晚了。你歇几天呗，歇一天扣一天的钱。再怎么着，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。让他爹白死，也不差这几天嘛。甭管多难，咬咬牙都能挺过去。别怕啊，我们都在呢，别怕，都会好的。早晨刚回来，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。咱家大学生回来了，那个给孩子，你爸跟你说话。哼，放假了。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行，我估计啊，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？他这个学校离家近，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。哎呀，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？我就说呀，说国庆真的，他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。
那啥儿子啊？嗯，过年的时候呢，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，拜拜年。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国庆叔啊，赶超叔啊，啥德宝他们啥的，啊？嗯啊，哼，有啥计划没？这个过年上哪玩玩？嗯。你说呗。嗯，啥呀？过年咋过？这在家呗，咋过？那得聚聚，热闹热闹啊。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？大家伙儿还聚不？聚，他们每年都组织聚。行，那高兴点啊，给我摆个碗筷啥的。去，说啥呢？妈把你的学费用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。到了学校啊，吃饱吃好。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别怕花钱，听到没有？妈，我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妈知道。上车吧。回去了吗？进去吧。妈，寒假回去看你。贫困之家的儿女，大抵两类。或以贫为耻，由耻生怨，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。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，立志要改变命运。孙赶超和于红还算幸运，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人。妈，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，您再辛苦几年，等我毕业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乔总，你好。乔总，房东催交房租，给秦总打电话呀？打了，打不通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忙去吧。嗯，好。志宏，别事，这儿马上要黄了，姓秦的卷款跑了。啊？那咋整啊？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拿东西。别让别人知道了，我来给他宝打电话，快去。好，知道了。行，两个小时之后啊，你钱到账，我马上给你送货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哎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急死我了。亲属责贷吗？
小春燕呢？哎呀，你这，我就算是卖了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那以后咋办呢？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，这咋整啊？以后啊？小春燕嘛，群众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，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不是总经理。你不是副总吗？打工的也一样，参与犯罪都一样。走，不是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查清楚了吗？就抓人。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，请你让一下。我不让的。德宝，你还找人呢？是说调查是吧？我没听清啊。德宝，你赶紧找人啊！娟儿，哎，你跟我去吧。去哪儿啊？生长。